许多人都忽略了，其实夏天也是中风的高危险季节，因为室内室外的温差过大，饮食油腻或是水分喝得不够，都容易造成脑血管的堵塞或是血管破裂而引发中风危机。因此在夏天更要注意管路的畅通以及弹性的保养。希尔顿全新推出石墨烯凉感被，让您盖上希尔顿石墨烯凉被的同时，可以感受柔软如丝绸、凉爽如麻的舒适感。最重要的是，添加了21世纪医学黑科技石墨烯材质，因此坊间强调远红外线放射率的高低根本不是重点，真正的远红外线要看的是放射波长。因为远红外线的波长从4微米到200微米，可是人体本身散发的远红外线波长是9.3微米，而希尔顿的石墨烯凉感被经专业单位认证，远红外线放射波长就是9.3微米，才是真正可以达到与人体共振的医疗级波长。因此，除了提升血流速度与血流量之外，盖上希尔顿石墨烯凉被更可以恢复人体管壁的弹性，而且可以把因环境、压力以及饮食造成的脏污粘稠的血液净化。